第二个 Simple Allow Copy， 中文名万能复制。大家在使用浏览器检索内容时，总会遇到这样的网站。哎，这篇文章不错啊，右键复制到我的笔记中。右键，操！无论怎么点都不让复制啊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点击一下这个插件，然后右键复制，粘贴到笔记中啊。完美！不只是这个网站，只要是不让复制的，有了它，通通干掉。这个插件简单粗暴，只有这一个功能，但我觉得真的非常实用。如果你也觉得很有用的话啊，记得给个免费的赞。第三个 ，Nlbooks， 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以图搜图工具。看过半佛视频的小伙伴应该都了解半佛视频的风格，就是有无数个表情包。就比如我们想要获取这个表情包，只需要右键啊插件，选择截图搜索，选择要搜索的部分，软件汇集了多个搜索引擎帮你搜索啊，这里就找到了。右键下载，当然你也可以点击到原网站查看。这个插件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可以获取当前网页中的图片。右键提取图片，这里就获取到了这个网页中的所有图片。右键也是可以直接下载啊，我觉得这功能还是蛮实用的，你们觉得呢？第四个，购物档自动比价工具啊，我们随便找到一件衣服，1382啊，我个人觉得还是蛮贵的。不过有了这个插件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件衣服182天内的价格波动。我们可以看到它历史最低的价格是962块钱，最高的时候是1700多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时间啊，20年12月以及今年3月份。哦，也就是双十二以及38妇女节，那这个涨价就非常有道理了。所以你在各种节日时抢的优惠券，很有可能就是智商税啊。进来之后再买东西，可以先用这个插件看一下，价格比平时高的离谱的时候，可以等等再买。价格很低的话，不废话，直接入手就可以了。最后一款 ，B 站综合助手，作为 B 站封号去头部 UP， 肯定得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 B 站的使用插件。我们视频中提到的插件我都会放在视频简介中，至于一些不能说的插件我会在公众号进行更新，被封掉的视频也会发在公众号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公众号，也叫学习报案。 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
可以自定义选择是从本地还是从网络设置壁纸。最主要的是，我们可以云端同步设置的样式。使用新电脑时，只需要登录插件即可快速还原以前设置的样式。第五个 AD Block， 这是一个广告拦截器。我们点进一个以广告为生的资源网啊，这个广告是真的多，第一屏居然全是广告。我们打开 AD Block 刷新一下啊，这样是不是简洁多了？第六个，视频播放速度调节器，光看名称应该就知道这个软件的作用，它可以调节这个网页中所有视频的播放速度啊，比如 B 站的视频，我们播放一个视频，然后点击插件啊，最高10倍速，最低 0.1 倍速啊。插一嘴，某些视频的广告也是可以倍速播放的啊。好了，不能再说了，再说要被封好了。啊，其实还想介绍一个最强插件啊 ，Temple Monkey， 简称优吼啊。不过作为最强插件，单独开一篇视频也是够格的，因为它有太多的功能了，尤其对于学生党来说，简直就是莫大的福利。插件的安装教程以及安装包我都会放在视频简介中，小白朋友也一定要先看安装教程哈。浏览器插件就像手机中的 APP， 每个插件都有对应的功能，有的插件功能非常强大，但我们可能永远都用不到。最后我想跟大家说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如果大家也有一些比较好玩的有趣的插件，可以分享在评论区。 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，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，记得三连加关注。我是小雨 boy， 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。用过 Chrome 的人都知道，不装拓展插件的谷歌是不完整的存在，各类使用的拓展插件也是让绝大多数人选择它的原因之一。今天给大家盘点五个非常实用的插件。当你第一次使用谷歌浏览器时，你会发现你的谷歌引擎是无法使用的，没有谷歌引擎的谷歌浏览器是没有灵魂的。添加完谷歌上网助手以后，不但可以使用谷歌引擎，而且可以登录谷歌账号访问 Chrome 商店。当然不要忘记这款插件是需要登录的。当你安装完这款插件以后，后面介绍的插件都可以在 Chrome 商店中找到。如果你是小白，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，那款视频详细介绍了谷歌浏览器的使用方法。 YouTube 又称为油管，目前全球最大的视频搜索和分享平台，你可以在 YouTube 上轻松找到你需要的资源，但是 YouTube 上会有大量的广告，从而影响观看体验。安装完这款插件，你就不会再被广告困扰。这里因为某些原因就不再演示 YouTube 的界面。顺便说一下，这款插件也是可以在 Chrome 商店中直接下载安装。Infinity Pro 定义你的新标签页。我们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小风车，随机更换背景。当你遇到自己喜欢的背景时，可以右键下载此图片。在浏览网站时，点击 Infinity 插件，就可以快速添加网站快捷方式。你还可以对网站的快捷方式进行分类。我最喜欢的功能莫过于同步。当你使用一台新的电脑时，只需要登录就能还原之前的样式。当然它还有其他优秀的功能，这里就不再赘述。谷歌翻译，谷歌翻译是谷歌浏览器内置的插件，但是还是有人不知道它的存在。我们只需要在需要翻译的界面右键翻译即可。这里说一下翻译失败时的解决方式，点击右上角插件按钮中的选项，将语言更改为页面的语言即可。Temple Monkey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油猴，油猴只是一个脚本管理器，它本身没有任何作用，其强大之处在于添加的脚本。我们可以借助脚本网站来搜索需要的脚本。考虑到小白，我这里演示一下。这里我以百度文库为例，如果你没有开通会员是没办法复制一段文字的。我们点击脚本网站，输入百度文库，就会出现百度文库对应的脚本。我们可以随便选择一个，然后点击安装。安装完以后，我们可以在右后中看到刷新百度文库的界面，这里就可以直接复制了。谷歌浏览器中优秀的插件数不胜数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一波关注和三连，那将是我无上的荣幸。我是小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